好了，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，这边的升旗仪式就结束了。在这里啊，我们也祝屏幕前的每一个人节日快乐，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。中国红，和平南。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非洲大地迎风飘扬，心中就激荡起无穷的力量。请祖国放心，我们一定牢记嘱托，不辱使命，高标准完成维和任务，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良好形象。我叫董宇，来自河南郑州，是中国第八批赴南斯坦朱巴维和步兵营的一名排长。作为一名军人，走出国门才深刻体会到和平的可贵，才更加感悟到祖国的强大。在任务区，我一定坚守岗位，用行动忠实履职，守护和平，圆满完成维和任务。今年是我当兵的第10个年头，也是我在部队度过的第10个国庆节。在祖国母亲生日之际，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，国泰民安。我叫夏正平，今年25岁，来自山东诸城，今年当兵第8年，现在在南苏丹朱巴执行海外维和任务。作为一名维和人员，我深刻体会到当地居民对和平的渴望，也感受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大国担当。我要立足本职，恪尽职守，在站位守护和平，传递友谊，感恩国家繁荣昌盛，让我们情有所依，心有所归。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，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，国泰民安，繁荣富强，站位有我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。